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那个 Pentest 的这个Stomatic ISP 那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盖，还有原厂的这个相机绳，原厂的这个相机绳，那这个原厂镜头，还有这个原厂这个相机镜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状态，镜头的状态还不错，可以看一下镜头它的快门还可以动作，快门还可以动作，好，那它的这个皮革，前后皮革，都还完整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机身的这个部分，机身的这个部分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片室，底片室，这边拉开，大家看一下，底片室的这个部分，底片室，好，那以上。就是这台Pentest SP 的这个视频，好，谢谢。